对你来讲，槟榔篮球是虾米？槟榔篮球是上一代努力传承给下一代，就是咱福建人讲的“人起人，人起人”。槟榔篮球就是 youngster 对热心。你有感觉槟榔球馆是侬一个印象深刻的，会讲出一个名？对。老弟跟小弟，恭请出。槟榔篮球是元首杯灌篮王。槟榔篮球是元首杯三分王。槟榔篮球是王少元杰斯。槟榔篮球是卧虎藏龙。